歡迎大家又嚟到華山論世節目，咁又同阿劉蘭昌兄喺度同大家傾偈嚇。我哋講咩咧？今日我哋講下世界。點解講世界？因為真係世界好多嘢發生嚇。譬如你睇下英國，阿約翰遜啊，即係離職嚇辭職，咁啊跟住又要換個人。咁日本安倍咧就係遇食身亡。咁啊嚇，咁啊中國咁啊王毅就同布林肯咧就有傾偈。咁啊，俄烏戰爭咧就繼續。咁啊，其實喺咁多嘢發生中咧，你睇到啲咩嘢咧？我睇到呢個世界亂啊！啱啊！呢個世界亂紛紛啊！真係，哇！真係好多嘢諗唔到啊！你邊個係諗到安倍喺日本咁個？你而家揾翻嗰個疑犯咧，其實佢都冇好充分嘅理由要攞佢嘅命嘅喎。唔係㗎，係啊，真係呢個世界咧，當你有恨喺個心度咧，你唔好理啊點解咧，就乜嘢都會發生嘅。即係老實講，即係佢即係佢阿媽信一個嗰啲咁嘅話佢嗰啲邪教啦，統一教嘅邪教，咁嗰啲就係即係好老實講，即係凡係即係邪教咧，都一定要你捐錢，一定要捐好多嚇，因為你唔捐錢咧。佢邊度揾水啫？係嘛嚇？咁啊，你睇到嗰啲邪教啲，哇！嗰啲啲地方靚到即係日本好多呢啲咁嘅教咧，係好搭水嘅。咁冚唪啲人俾嘅。咁好啦，咁你同安倍同佢哋好喎。咁我遷怒於你，我殺你。咁你老實講，你有咩講得啫？不過你問我就覺得即係安倍之死咧。即係對嗰個日本個國策咧個影響係非常之非常之細嘅，係啊，即係冇乜嘢，亦都好在係日本人係為咗個宗教嘅理由真係殺佢啫。你如果係外國人咧，就真係大鑊啦，真係。嗰個人咧話咁犀利，自己整支槍，即係支槍係佢海上自衛隊嗰啲唔難噶嘛？都唔係㗎，整支槍喎。而且你能夠係整到子彈，仲要激發到，唔係子彈係難啲，係啊，真係唔係佢嗰個係電激發，即係唔係一般嘅嗰啲扳機啊，扳機打落個子彈個底火度，然後激發，佢唔係㗎，佢係電激發，係啊，唔知我而家都未明嗰個電激發，佢一撳掣咧就通咗電咁嗰個，但係即係佢拍落去，係啦，係啦。即係係咪另外有人俾支槍佢？唔係，我覺得唔係。即係其實嗱，即係咁現實。係，即係你凡係一個暗殺咧，係啊，凡暗殺啊 ，Kennedy 啊嚇，金乃迪係好邊個好啊？當局最想發生嘅嘢咧，就係話咧係孤狼。係行動一個人，佢有一個唔知乜嘢理由嘅理由，睇落大家都唔好同意，但係大家願意接受佢。個點解咧？因為你話一個 conspiracy theory 咧，係你有串謀啊，你有人喺後邊咧，就麻煩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日本當局咧，我諗即係吞曬㗎啦，即係唔好理啦，算啦，大佬，即係咁樣完咗佢算啦。孤狼就算啦，孤狼就孤狼啦。咁同埋即係老實講，即係安倍。其實最收尾你都係出嚟幫下手啫。嗱咧，你見佢喺度即係講嘢嘅時候，有幾多人喺度聽啫？哇，幾廿人，小貓兩三隻咋，真係好，真係冇。不過咁你又咁講，可以咁講，即係話咁樣死又好似有啲有啲唏噓嘅咁係嘛？真係嗰個演講場面真係好少人，即係好似如果係俾好多地方咧，哇！前手上出嚟話行埋去影張相都好啊，係嘛？真係都冇人理佢嘅，真係啊！唉，即係總之，其實嗰日本個社會咧，政治好冷感，係嘛？一般即係話每一次選舉咧，有三成人投票咧就已經 OK 㗎。係啊，即係不過咁係嘅。你其實你好似佢哋自己話齋嗰啲，即係希望自己正式即係立國法，即係當翻自己係一個國家，唔使做美國嘅附庸國嚇。即係呢啲咁嘅嘢都係大排講啊！不過日本即係我自己睇咧，就係安倍之死咧，就對日本咧就應該唔會起咩大作用嘅。反而咧就對岸田啊，而家嘅首相佢個掣肘咧就少咗。係啊，因為佢而家實行有三分二啊，有三分二經濟政策咧其實咧就係兩個人係相反嘅，即係岸田咧就係希望收翻緊啲。即係安倍經濟好啦，三之前咧就係無限寬鬆，無限寬鬆咧就佢係幫呢個美國一樣，佢係印咗錢，印咗錢咧其實益咗
日本的少數的財團，他就拿了錢就 去歐洲、啊、去東南亞去那裡投資，那裡人賺到錢，但是一般 日本人一般人就沒著數，反而就通脹各種問題來、啊、日本、啊即係最近聽我跌到啲啲 yen 跌到5.7，或者仲有得跌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可能即係都係喺住啊日本日元咧繼續係衰落去㗎啦，即係佢個國勢衰落，國勢衰落係啊，咁啊即係呢個第一樣嘢，咁啊英國點睇咧？楊信我又覺得即係影響唔大，咁你做英你做美國只馬，咁你都係繼續做馬嘅啫，即係佢個成個個即係國策同埋國運都冇咩影響。即係實際上你換一個人嚟英國咧，其實而家都係跌緊，因為你最衰係做錯件事情脱歐嘛。你脱歐之後，你實際上 你英國遊離咗歐洲，你又脱離咗呢個大家庭。你而家倫敦嘅交易中心好多走資啦，人哋法國啊、德國啊啲資金走曬啦，人哋做乜要仲喺你放喺你英國啫？係。咁你對英國好大影響噶嘛？咁你英國而家實際上你唔係幫歐洲融埋一體。你又成日想攞歐盟嘅著數，唔想去負擔，咁你咪衰咯。咁跟住咧，你而家咧又跟住美國嚟亞洲揾食，亞洲佢揾咩食啫？冇真係。咁你開隻船過嚟亞洲南中國海，你估真係平咩嚇？即係實際上而家英國嘅勢咧又係跌落嚟。而家咧嗱，你係二流國家，我話可能將來真係。可能二流尾三流頂嚇，即係越嚟越差嘅。一定係呢個勢就一定係咁噶啦。即係你實際上你換一個人，成個大嘅政策都係咁樣。啊，如果你出嚟選呢個英國首相咧嚇，有11個人嚇出嚟爭啦。係。咁啊，有5個咧，係就係唔係 Anglo-Saxon， 即係唔係英國白人嚟嘅。係嚇，咁你其實呢個都有趣㗎，呢個都非常有趣㗎。即係你大英帝國，咁你卒之揾個即係唔白嘅。啊、即可能是加勒比海、啊、或者即你啲前殖民地的人，係好多都未必是在英國出世添喎，就係、是、自細嚟咗英國嘅，咁你都會覺得即係呢個地方，你話係佢係進步啊，定係沒落咧？我都唔識講啦，真係。所以其實佢英國、加埋呢個美國加埋澳洲。其實佢有個三角聯盟噶，佢呢個三角聯盟好多人都話呢個係白人聯盟優越種啊，所以咁你所以有一個奧巴馬咯，咁叫做好叻噶啦嚇。所以呢個世界咧，真係亂，亂中咧就另外有一個好穩定嘅地方就我哋中國。中國真係而家你人哋亂咧，你就顯得你穩定嘛我其實覺得咧，即係喺個亂嘅世界中咧，其中有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即係對中國有利嘅。係乜嘢嘢咧？就係俄烏戰爭咧，即係俄國嗰個經濟咧，係並不係歐美國家嚇所想嘅，係會即係冧得咁緊要，反而咧佢頂得住。嗱，佢頂得住咧。就反而咧，歐洲咧，嗱歐洲係慘過美國，美國都我諗都係差噶啦。但係歐洲咧，可能係有個好大嘅影響嘅嚇。咁喺呢度咁嘅情況咧，就即係對中國咧，你啊即係嚇你風雨中一片落土咧，就呢樣嘢真係爭好遠。係啦，所以呢一次喺嗰個 G20 巴厘島嗰個會上咧，係即係差唔多好多人講就係變成係中國嘅主場。中國就幫20個國家的外長全部都見一次面，你包括德國、法國呢啲歐盟嘅國家全部，大家都是話：喂，我哋兩個雙邊國家一定要保持友好關係。你首先你喺 G7 會嘅時候咧，美國做主場嗰時候咧，美國領頭嘅時候咧，佢哋德國、法國咧就跟住美國啊，好啦，我哋都好似要跟住你去包圍中國、制裁中國。實際上一到兩個人咧，就大家就係好到咩咁？即係實際上而家咧，因為你中國你穩定嘛，經濟喺度嘛，咁你歐洲而家其實全部國家偷偷地買翻俄羅斯石油，買翻天然氣，咁你跟住落去你點行咧？你自己嗰個通脹咁犀利，美國同樣又係啊，所以喺呢個情況下，布林肯幫王毅嗰個會談好重要，傾咗5個鐘頭，全世界都望住，咁原來咧就係。拜登咧就對中國有個4不，而家咧布林肯咧
就喺四筆入面咧，就變成係六筆一致力。再加碼。再加碼，佢加咗咩嘢咧？唔反對中國共產黨。係。誒，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講一講喎。咁係唔係佢不再即係經濟上支持法輪功咧？所以呢樣嘢，因為咧嗱，首先咧係特朗普時代咧，呢個蓬佩奧佢個國務卿咧就聽咗其中一個佢個智囊啊，中國人嚟嘅四川人叫余茂春嘅，佢余茂春佢幫佢出條計，佢話你反中咧其實係唔啱嘅，你反共咧就可能好多人支持你，你就反共冇反中啊，有市場啊，因為個意識形態咁啊好多即係你係國共內戰啊等等好多嘢嘅因素，你反共冇反中，咁啊佢係聽咗嘅，咁而家實際上。就曾經一段時間咧，美國就係好高叫反共嘅，而家又唔講翻，又唔講啦，即係好明確，我唔能夠推翻中國共產黨嘅制度，因為中國憲法寫明中國共產黨係領導咁啊，你反中反共咪一樣嘅啫嘛，同埋中國係冇輸出意識形態，係啦，呢樣嘢，即係成日你話孔子學院，佢係輸出文化，即係同你 Alliance Française。是一樣啫嘛，即係法國文化中心啊，你 British Council 啊，一樣啫嘛。即係咁，佢跟住咧就話要致力於防止中美發生衝突，同埋致力於合作。咁所以跟住咧，好多人話好快呢、這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幫拜登咧會有個通話。通話咧就會有重大嘅宣佈。其實嗰個咧，劉兄，其實嗰個咧就係咁樣。美國咧，我相信咧就已經自己傾掂咗數，就諗住係即係減咗中國嘅關税。咁但係美國佬啊，邊有咁好人自己做咗呢樣嘢啊？咁梗係要同習近平傾傾啦，即係拜登同習近平傾，咁然後跟住攞啲著數啦。嗱，攞咩著數咧？我就唔知，但一定要攞著數。即係以美國人嗰種咧，即係交易嗰種心態咧，就係我減你一啲税，我即係減一毫子都好，我就攞翻兩蚊嘅嘢同你嚇，可能咧又要中國咧就係即係買翻好多美國嘅嘢啊，即係支持翻佢經濟啊，買佢國債啊，做呢樣做嗰樣啊，即係其實如果唔係咧，即係。點會咁容易放你啊？雖然係佢唔做咧，就對自己境內嘅即係通脹咧影響係好大。不過即係我覺得咧，呢樣嘢一定做。不過咧，就一定係要同即係習主席傾完，又跟住攞翻啲著數先。係啦，一定係咁噶啦。而且咧就，但係你睇翻而家勢咧，就實際上咧就係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咧係有調整嘅。即係變成係美國有求於中國嘛嚇，咁好多人估計咧，嗱你跟住而家兩個國家各有一個總領事館停咗噶嘛，中國駐休斯頓嗰個停咗啊嘛，美國駐呢個成都嗰個又停咗噶嘛，而家又開翻啊嘛話，我諗就會開咯，開翻咯，應該會開啊。唔係呢個咧，其實都好緊要嘅，即係其實咧，即係有個講法就係話咧，因為如果俄國係冧嘅話咧，就美國就獨大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就係即係普京咧就講得好清楚，佢就話咧嘅俄羅斯嘅能源工業咧已經穩定落嚟，石油產量喺六月份咧就每天增加50萬桶，達到每日咧1070萬桶，即係多咗差唔多成5%。咁佢仲話喎，我哋已經解決曬呢啲問題啦。我哋好自信，亦都感覺自信，但我哋喺一定要睇到風險，風險仍然存在在個別嘅領域同埋勞動力市場。嗱，當你睇到即係有少少，即係我哋睇啲係蛛絲馬跡啦，即係例如你話麥當勞，即係全個俄國哇冚唪唥掹走曬，改個牌嚇，咁你又諗喎，喂你冇曬，即係少咗好多工噶啦，你知。即係一個城市都有好多間麥當勞噶嘛，麥當勞請好多人噶嘛，咁而家已經即刻有即係人做翻啦，嚇有人做翻，咁又佢又跟住話我開翻好多間，咁啊當然話嗰啲即係俄國可樂咧就麻麻地好飲，咁但係又冇關係啊，你有食食下大家習慣噶啦，唔係食美國牛肉，我食第啲牛肉，咁所以你睇到嗰個環境咧就係咧，即係你自強係好緊要嘅。
即係你中國過去嗰二三十年最重要嗰樣嘢，就係我哋自強。即係你立足於自力更生，即係話你我喺你圍困嗰時候，我唔死得，咁我跟住咧，我想發展，我就幫你做生意咯，係咯，大家互利咯。咁你而家俄羅斯就係最主要咧，佢係靠中國，即係佢自己有能源嘛，有石油，有天然氣，咁你其他嘅日用品啦，而家中國嘅汽車咪全部開曬俄羅斯貨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而家不再係啊，不再是福特啦，即係不再是 General Motors 啦，嚇。Tesla、Elon Musk 都話啦，佢話即係呢個美國嘅即係汽車公司係得兩間係冇破產過嘅啫，就係 Tesla 同埋呢個福特啫，其他都冚唪破產過㗎啦。即係所以而家即係唔知有啲運程嗰啲計運程，今年下半年仲有冇啲大嘅突發事件？唔係大突發事件冇，不過有啲小嘢咧，我可以特別提俾大家聽下。嗱，例如我俾個例子你，即係美元嗰個情況嚇係點樣？最近我睇到個報道咧，就話澳洲有間公司，呢個係最大嘅鐵礦出口公司，即係礦產啊 ，BHP 嚇。咁佢做咩咧？佢運咗隻船。全部即係有曬鐵礦就去中國山東，佢收咩錢啊？人民幣，唔係收美元啦，收人民幣。好啦，咁個問題就係啦，即係呢個咧就係開始嘅，即係換句話講，我以後收人民幣。咁你話俾我聽，澳洲攞咗啲人民幣翻嚟，佢仲會唔會換美元？先至再去換澳元咧，梗係唔會啦，咪自己換翻澳元啦。咁老實講，又係慢慢咧，即係個傾斜度咧，就亦都走離咗美元。嗱呢個咧，用人民幣買翻中國貨。係啦，你用人民幣買中國貨，即係呢個好現實嘅嘢咧，就係話即係嚇呢個亂中有序，有序嘅地方咧就係中國。好，今日我哋講到呢度為止啊。OK， 拜拜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，支持和订阅 HKG 报帮我出声频道，按这个小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。